这里呢，你看，一株啊，三颗的呢，四颗嘞。这个要剪，你看它下面，屁股裂开了，那就剪掉了。你说的、哦，好，我说的，你就镜头说啊。我说的，别老。但是董哥剪的，好冷。给你快一快一快啊！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，小心着，赶快跑。这样是甜的吧？我们这次要。哇，也太多了吧、欸？不是，你们太扯了啦！不要玩这个啦！玩什么？是什么？等等，肖哥，风穴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！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往这边了，那往后面了，往后面。他机关啊，董哥已经准备了。预防胜于治疗。你看一下这个配色，太漂亮了！这个配色多么的疗愈，多么的迷人！我真的很想看一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哇哦！只能看不能吃，太折磨人了，太折磨人哎！来打工啊！好像在温室，温室嘛。当然啊，万瓜。哎，这夏天很热耶，像烤箱了，哇，像烤箱一样，哇，免费的。哎，我想请问一个问题，就是温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你有那种温室效应，温室温室。来看一下，看一下，我们上面有天棚，对不对？对。防雨，防雨，所以它比较安全，不用那么多药。再防虫，对，再防虫，对，这样是不是就减少了外敌的侵入？对。接下来有没有听过温室的花朵？对，温室的花，温室的花朵会比较幼嫩，幼嫩这里。就是我们刚刚切的那一颗，对，洋香瓜，有这样一颗，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像这样一颗要多少钱呢、啊？以价值来说的话，最高级大概一颗要1080，1080，超过1000块啊！最高级，天哪，你快接近我的通告费嘞，1080，哎，你的通告费呢？我是免费来的，对不对？我是第一天来的，我来一天才580而已，那你要来，我是来宾的，来两天，两天，而且它怎么一个上面只有？一颗啊，对，这个就是它珍贵的地方。你看，它一颗植物只有长一颗果实，一株里面只有一颗，哎，好珍贵哦。你听过独生子吗？对，它就是独生子。怎么会在这个？你不是说这里不会有虫吗？这么会有鸡？好像有鸡跑进来了。你温室还养鸡啊？你是不是太久没来了？选瓜比赛，选瓜比赛，一人选一颗。OK， 一人选一颗哦。来，老板提示，提示就是要先看他的帽子，帽子，有帽子吗？对啊，我刚刚看一下他的脖子，看脖子，再看一下他的屁股，看屁股。哎，你这个很像就是长辈挑老婆哎，哎，这不像老婆吗？一颗只有，我觉得像一颗果，像挑一只鸡一样哈，挑一只鸡。然后拿到手还要拍一下，先看。哎，等一下，头五官长得端不端正？对对，脖子够不够细致？脖子可以看出年龄嘛，对不对？再来屁股看能不能生，能不能生？哦，那是挑猪了吧？不是啦，挑总工也是这样看的哈。然后屁股拿到，我挑老婆是这么挑的，屁股拿到的是要拍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是挑你老婆还是挑瓜？限时一分钟，来，预备，预备 ，Go！ 啊，你可以看一看嘛。我现在在找，我现在找他不一样啊，他现在。它现在长得是一样的、啊，你看。开度。可是我还在好奇它们的屁股是在哪里。哦，这个的开的大小了，因为它会越撑越开，越撑越开。头。好。哇，这很难选，是不是？有没有小时候？你选他们中国小姐还难。爱吃爱吃，但我想。还有三十秒。这个卡成两下。还是先这一颗好了，因为这一颗最少是我们刚刚在桌子上遇到的那个洋西瓜还蛮像的。这个很奇怪，是小的，小的反而开。我想要这一颗哎！天上一手，选好了，好回来。我选好了，我选好了，但我的在那边，我在那边。要哦，叫你小周可以吗？小周可以。怎么样，董哥，你怎么选的？第一个，要有缘分，缘分，缘分啊，就像你买衣服一样啊，对，突然走过去，你就觉得他又会退回来，就觉得好像这件就是我要的。来 ，Justin， 我的话，我是以个人特色独特，就像你一样独特的，对，要独特，所以像这个
cantaloupe 嘛，它不只是一个瓜嘛，它还会指挥交通。来来来来来，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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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，这我就选它。你这个病多久了？从出生到现在，你这个西医，你这个西医要医不好，你要看中医啊，中医出名。他这个已经病入膏肓，病入膏肓，膏肓了。好，来五羊五羊，第一口是保持它的叶子，然后第二口是看到它的这个形状就是圆圆的，然后我发现它下面这边已经开始脱皮。哎呦，所以我想说是不是比较成熟一点的可以直接吃？他是用巴西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，对，怎么说？对，他是从屁股开始，他把屁股要疯了，他把老板那一套都学会了。对对，我其实也是，我是抱着一个谈恋爱的心情。第一个，你就看对眼，情人眼里出西施，你看，他对不对？然后看一下他脖子，是不是够细腻？对，然后再看一下，摊开他的掌心，看一下他手相，哇，皮肤也有他的纹号哎，然后皮肤有点粗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可以摸摸感受他一下他的双手，然后再来看他的屁股，哎，害羞，他是不是准备好了？对不对？准备好了什么？准备好吃，准备干嘛？你们知不知道？像我们上次摘龙眼，他只要熟了，他一准备好，你只要上去，他就让你摘下来。对，香瓜，对，洋香瓜，他准备好了是什么？他就告诉你，I'm ready。OK， 香瓜眼，对不对？对，Come on， 对不对？好嘞，帮我们评分一下，让专业的，让专业的来。对，然后从最后开始好了，从最后啦，我们残忍一点，一名有点悬念嘛，这跟长度的关系，长度。哦，哇，董哥，哎呀，我最后一名啊，不要往心里去。其实瓜的熟度，董哥挑这个很熟，屁股是最开。哦，对，而且很圆。哦，对，但是他太心急了，太心急了，他的头留太短了，没有褐，对不对？而且还留了四根天线。这个屁股开是为了要散播种子，所以其实董哥吃货。这要吃绝对是最棒的，有问题。哦，吃的话是最棒的，吃的话是最棒，熟度最高的。你的屁股，洋香瓜的啦，真的，你看四里面我最开，对，你的最开，你的已经快爆炸了，不踩不行了。我的屁股一直在讲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7-Eleven，欢迎光临。倒数第二名吗？惨了，对吗？直说无碍。哦，你认不出来是不是？认不出来，太认不出来了。像我跟外国人都一样啊。哎，你只有分瓜类，对不对？我只看瓜。第三，哦，中庸。哎，又是我。对，你看，到这么最完美。我跟你讲，为什么？这个来自于人生。在哪里？对，这你不要往心里去。那五羊跟我呢？都花，我们两个都有看外表，也有看花，但我们两个差在哪？对啊，差在哪里吗？熟度。熟度啊，还有你留着剃头多了一点比例的问题哦，然后熟度看屁股，哦，屁股你的比较熟，这个真的是比例问题。巴西人呢喜欢下盘大一点，对，没错。台湾人呢就喜欢匀称，我刚好适用。OK， 好啦，分组工作啦，来分，来怎么分？一个是超热组，一个是超热组。这再笨也要选超热啊！好，那请选队友。没，董哥最近他昨天才说了，董哥想要减肥，他想要减重，跟超热。他昨天也一直在问我们说，哎，怎么运动，怎么那个，然后我们都有跟他分享。我说还要请教你说什么能够瘦身，对不对？机会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您就去超热，流汗就是排毒。我是说明天开始，不是今天了。你昨天说的明天就是今天啊！做人怎样，就是一言四出啊，驷马难追了。一言四出，对，驷马难追了。啊，真的，我愿意做累的，你愿意做累的，我愿意做累的，热啊 ！Let's go， 可以，干得好。你知道你这个这样摆出来，你知道你在炫富吗？真的吗？我从秘密品种开始。秘密品种 ，OK， 来，秘密品种，来看到这个，来，我们刚介绍到的外表，密密麻麻的，而且没有贴纸，对不对？还没有发表，这次叫做顺心。接下来我们有 Queen 皇后，有闻到它的味道吗？啊？有闻到它的味道吗？它的味道。哎，有，我就一进来，我以为都是这个 melon 的味道，原来。
就是它，只有它，就是它，切了就可以吃了。哦，马上吃，就不用等。哎呀，好漂亮哦！没看到？黄色的外皮，然后中层绿色，里面是龟红色的果肉。哇，完全就是这个我们对于阿蜜瓜原有的那种香气跟甜度的概念。对，但这又不是阿蜜瓜，这是洋香瓜。洋香瓜，洋香瓜。你看，我们都做错了一件事情，明明是洋香瓜，你一天到晚把它灌上哈密瓜。对嘛？你去到超市，你也觉得有一个 T 字头，它就是哈密瓜。你要从现在开始告诉你，它叫做洋香瓜。洋香瓜。还有什么东西，通通拿出来，我一个一个把你切开。还有没有？第一个来吃的公主，我一个一个把你们切开了。公主很特别啊，公主很特别，嗯，它采下来里面的脆度非常的高哦，可以媲美哈密瓜。好热哦，味道，热到我都躁郁了。来闻一下，嗯，轻，轻轻的，不一样吗？你闻一下，轻轻的，青春的味道，青春的味道，嗯，它切开我们待会吃，放了20分钟之后。它的味道又会不一样。放20分钟，它还需要醒呢、啊。要醒。这一颗瓜，等一下，现在吃是清甜的，有点微微的香气。然后大概放了20分钟之后呢，它会带有一点细张洋香瓜的味道。小颗，听到吗？哇塞！要喂你？不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我自己有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又不一样。嗯。对，这甜度更高。对对，哎，这种感觉蛮妙的，皇后比较浓郁，公主呢比较飘逸，那王子就是绿色的。嗯，王子，王子，王子。这个在奶市场都找得到。嗯，这个必须要在高级水果店。对，嗯，高级水果了，这是高级水果了。王子看起来就还是比较那么的，有点高傲。哦，他就可以从这边吃。嗯。越吃会越甜，越吃越甜。对，从头开始吃。我的头在哪里？这个。你头在这里。前面清爽。嗯。王子总是在隐藏着什么，你一开始还吃不到他的那个真正内心世界。嗯。他开始释出善意啊。怎么了？他发出了邀请函。哦，好吃哎！嗯，我很难想象那些在温室里面现在还辛劳工作的人。来，放下我们手边所有的工作，掌声鼓励。这里吧，这里吗？哎呀呀，小心啊！哎，尿尿，大哥你好，朱理事长是吧？哎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理事长在隔壁条最后面。这么难找，就都穿粉红色的。粉红色哎，请问是朱理事长吗？他不是陆地市，不是理事长，怎么会是副理事长？是在这里吗？对对对对，朱理事长在那边，在后面那边。哎，你好，就是谁？你是吧？知道，可是我叫不出名。没有关系，知道，常常发生哎。Ricky Martin， 西贝，西贝。现在在农村已经很少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来了。你们是报名参加救国团的，对不对？哎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是农事所的人才培育计划的学生，来这边跟老师学怎么种瓜。那你们学的这个本科农业这方面？不是，我以前是金融业，我是学经济的。老师讲，以前呐，如果说你跟你爸妈讲说。我不要去金融界上班，我要去农村当农夫的话，应该会被打断，会打死，会被打死，对不对？因为每天像我以前是做金融业，我们就是都是一直接触数字、数字、数字，然后就是都在电脑前，对，都在电脑前面，其实就觉得有时候会有点空虚。嗯，那后来就刚好也是家里有是务农的，长辈有务农，然后就刚好看到农事所这个计划，就想说，哎。决定就是重新投入，那就是也真的好好学习，所以就是要来找这边拜师。那个是朱理事长，对，理事长在后面。他没事站那么后面干什么？对对对，老师也在跟同其他同学讲解。像这个都要，这个叶子都要整整齐。朱理事长，哎哟。你好，有外国友人啊，好来参观这个台湾的经济哈。哦，欢迎欢迎。我们是真的想了解啊，瓜类应该都长在土里面吧？对，而且越是沙质的越好。现在树上，你看，
其实它最大的差别就是它是它的养分变成是垂直传输，它一颗只能留一颗果，那它可以结很多果子啊，哎，它可能也会结四颗五颗，反正到最后只能留一颗。当然这里面就有好的有坏的，参差不齐。对，一定会有这样子。那我们只能挑最好的那一个，牺牲掉其他的。是的，是的，因为这样要把所有最好的东西留给剩下的那一颗。我们俩再分到这里来啊，我们要工作。我们要工作，工作才有饭吃嘛，换换餐。哦，有，现在刚好在进行那个蔬果动作，就是只留一颗果，这一株只留一颗果这个工作。没有问题，做够够够，哎，简单嘛。OK， 可以开始手术了，开刀。开刀。刀在这儿啊，这种用摘的就好了。因为用剪刀剪呢？对啊，其实哈，它成长到这个样子，它的枝条已经很嫩了。你用摘的已经摘不掉了，一定要用剪刀了。要从上面这个地方剪。哦哦，刚才我就竖在这里啦，这边为什么要小心哦？不要剪到绳子哦。这样子啊？哎，对，像这颗果就不要了。因为上面有一个大的嘛。对，其实不是单纯只有挑大的，还要挑它果形是不是有圆。好啊，形状是不是很端正？哎，等一下，董哥，你要先看清楚，你要先看哪一颗比较漂亮啊，而且在摸的时候要温柔一点。加10年而言，你这是不正确。你要温柔一点，因为它随时都会擦伤。你看，比如说这两颗怎么分？嘿，你看这两颗，这一颗是不是比较没有那么圆？剪哪里？嘿，这边对不对？对，小心哦，嘿，对。为什么要剪那么上面？哎，这样会比较通风性会比较好一点。精致农业就是这个样子。你一定是念到什么？农科系还是没有农专，对不对？其实我是读商专，回来务农的时候，其实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困难，就是没有人教啊，所以当时摸索了好几年。所以说现在因为农事所办理这个计划，所以说我想说，我当时的心境是这个样子，所以说我们应该要去帮助县里的农民。你当初做这个决定，会不会觉得很后悔？其实不会呢，我当时从商的话，因为老实讲时常胃痛，可是我回来务农以后，因为每天生活变成作息是比较正常，对，变成很规律，我的那个胃病长期21年的胃溃疡竟然不药而愈，哎呦，完全都好了。加油加油！哎，好，来，好，干活了 ，Let's do it， 加油啊！这里你看，一株要三颗的呢，四颗嘞，四颗哎，这个最小一定要剪掉，那一定要剪。要剪这个要剪，你看它下面，屁股裂开了，那就剪掉。你说的，好，我说的，你对镜头说啊，我说的，别老，那是董哥剪的，好的，好可以啊，好可以啊，像在拆炸弹啊，然后那留哪一个？这个比较圆满呢，你不觉得吗？啊、嗯，我也觉得啊 ，Yeah， 还是留这个把这个剪掉，好 ，OK， 下。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要看他的那个，不是这个比较大，对啊，可是它大的好啊。大的话这边凸起来，这边很丑哦。对，它这一颗没有凸，很平哦。奇怪，我为什么听你的呢？就是你是谁？我是学员，学员啊。对，来，你是念什么科系的？我念那个日文系的。你根本就不务正业嘛！你爸爸带都丢啊？不，你要认识一下，惨叫惨叫，土豪土豪。老板说剪哪颗就剪，剪。老板说就对。这个好美哦，好像我曾经看过的。但是这裂开了。刮，剪掉。要剪哎，它这个有没有？对啊，比较丑，这个比较小，我们要留大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也没有，我们可以做成水果切盘。术业有专攻啊，每样都有他的学问啊。剪。江离，你帮我一个忙好不好？那个不是最好的，帮我建议，帮我建议。好，好，你帮我铺。然后呢，我现在来做一个就是 yogurt。这个 yogurt 是哪一种的？你问到重点了，而且是他们小农的 yogurt， 没有那么甜。OK。然后我现在用点柠檬皮啊，柠檬的味道让它进去，有点香气，柠檬香气，而且看起来颜色很漂亮。你看，试一下。嗯，
是不是？嗯，这个对，这个对，香吧？这个对。然后我要用我刚刚挑的这个叫做，我喜欢爱茵的香。嗯，我要爱茵。哎，你快快快啊！给你一个神圣的任务，小心着火，赶快跑。我要处理这块神圣的肉，这绝对很好吃，相信我。不要，不好吃就直讲，好不好？直接打架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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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全不用，完全不用有任何的面子。哇，好。不是因为他。
来到这边要煮什么东西都跟主人应该放心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不错吧？我真的没想到说一个这个洋香瓜可以变成这么重要的东西，对啊，对对对，来，最后还有饭后，舌头上面，来，最后的饭后甜点就是充满奶香去跳过这个哈密瓜的整个气息，所以我们就做了奶酪华硕炒成奶做最后的 ending。感觉它会从一个很甜又很多水分的那个哈密瓜，对，然后吃到压到那个奶酪里面，就会突然有一个很 creamy 跟奶油的味道，这么顺，我觉得很顺，就是要让它跳下来的那个层次。好来，再来还有什么？这个是加 whisky， 对，这是 whisky。来个新的，就是个地主不在。现在家里的人啊，自己有个汤匙啊，就可以这样自己简单的制作，然后就可以享受出不一样层次的我们的洋香瓜风味。哦，你看的话，你们还可以放威士忌啊。对，可能是那种喜欢喝那个，因为我们这里泡八道粮是可以放八道粮。哦，可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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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那个一茶子是比较，那茶数太低了。我帮你，我帮你。董事长，想被直接挖口那个 whisky 好不好？是为了节目，不是为了节目啊！其实啊，加杯的精华就是这里。好了，干杯了，来干杯，干杯啊！好的。现在能够来这帮你们这样打工，我们也采到了洋香瓜，对，我们也了解了所有 melon 的什么叫什么 melon， 什么 melon， 什么 melon， old melon， 好吗？然后我们也做了分子的料理。好，哎，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走走走走走。哎，我们吃不下，还有什么？外带，外带，外带，哦，这么好，是我们的，你们采的，啊，是我们刚采的，是吗？金老爷，感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下次有机会再来了，好吧？也要谢谢这个助理市长，今天也帮我们很多忙，同时也鼓励年轻人呢，可以回到家乡呢，一起把这个农业把它传承，而且科学化，我们的这个农业一定会再。进步再加赞啊！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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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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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热爆了，在哪里？嘉义啊，我们还是在哪里啊？不是啊，和我们等一下去的地方，这里在干嘛？你都不知道，你干嘛？我不知道啊，我怎么他们每次都不讲，他每次都不会讲。这招牌也没，怎样？真甜的吧？我们这次要，哇，也太多了吧？不是，你们太扯了啦，不要玩这个啦。玩什么？是什么？等等，秋哥，风穴，风穴，蜂巢，蜂巢。不要！等一下，不要怕，这什么？是什么？等等，秋哥，风穴。风穴，蜂巢，蜂巢，不要怕，这不要怕，老板不要这样子，不要怕，老板，我们怕死你啊！真的要玩这个？不要怕，你们有装备吗？你们有装备吗？不用怕，老板说不用怕啊。这个是怎么可能不用怕？这是蜂巢的标本。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应该就是最厉害的虎头蜂哈。对呀，这是虎头蜂的巢啊。还有，你看，哇，这都是你看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那破掉了。摸掉，这个是等一下，来，精心的节奏。我为我们两个老外解释一下，虎头蜂要怎么讲啊？就是一个 wasp， 哦 ，hornet。Yeah. 哦，懂了吗？我懂，很大致的那个。你懂我在怕什么 ？It's very dangerous。那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对啊，不知道啊，问他们呢。啊，问老板呢。这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这种东西哈，在台湾是最特殊的，有在雕造型的，全台湾只有你吧？我在雕，雕，在雕。这个还要雕啊？你看。这不是直人的造型吗？像它里面没有，是老鼠的造型。它里面没有吗？没有了，这是老鼠的造型。哦，真的，哦，是空的。对对对，啊，这个是牛的造型。你怎么弄出来？普通算这样整个，你要把它破坏掉，把那个蜂巢做拉来这边，然后让它造起来以后，你再把它削。要经过五六次的那个加工。你在钓的时候，里面有虎头蜂。有。啊，里面先封了，你怎么处理的？啊，你就让它一直飞啊，啊，让把它破坏掉以后，它再重新塑造。所以它也在帮助你。我解释给你听，就是说，它这个雕呢，其实也不是大哥雕，
其实是风在雕，但是你要告诉这个风要怎么雕，所以你要把它想雕的地方破坏掉，那你要先知道它会怎么让它长回。你就是他们的老板，老板对，盖房子的哦 ，construction boss 等于你在控制这些虎头蜂就对了。哇，你是驯蜂人呢，而且不止这样子，你只要一百个虎头蜂，一百窝的话，才雕个五六个。会成功的，会成功。等一下，你说你要一两百个才会成功个五个，但是你有这么多个，你有几窝虎头蜂？一年养几百个，然后再雕这几个。你在养虎头蜂？对啊。那我不好意思讲，我们再说吧，走了，这边。哎，不是这个，我没有要玩虎头蜂了，真的。就鸡肉饭好了，别怕疯了。你这么多的雕虫，你到底玩了几年虎头蜂？三十几年啊。你有没有濒死体验过？对，冰三个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就是擦一擦就好了嘛，因为常常被叮啊。可是我们都没免疫力，但我们没被叮过啊。我们没叮过，都要叮一次两次就要送医院啊。所以我们还是很危险啊。我知道老板的意思，我们来这边打工之前，我们要先被叮一次。哦，那你先说你开始。那我也不干。就等一下，你回家没带薪。先讲好了，我们到底要打什么工啦？这个太危险了啦。对呀，我们有防护衣，不用怕。防护衣在哪里？干嘛？他在睡觉吗？不要，因为有虎头蜂有。对声音，它会吸引到它，它会注意的话，它会声音大的话，它会攻击你。啊，它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这边。不要出太大声音啊！我以为很远呢，好近哦。我看到了。哦，你要进去那边吗？那边有，那个是活的，是吧？太危险了吧？活的。你想那个里面大概几只蜂？这边应该有1500左右。1500只，五百只啊！所以1500只，一个人分配到。才差不多50只啊！豆哥，50只下去会死人呢。老板说了，他一年有100多个那个蜂油，一个有1500，所以他总共一年有10万多哎。有啊，绝对有啊，10万多，多10万多的蜂啊。哇塞！你知道虎头蜂啊最爱好什么吗？请听哦，那啥回啥啥，就是一上盖。他很喜欢你这种花心的那种花花生物，是哦，我们还有最喜欢这种颜色，红色的，所以我们今天才破例戴上绿帽子嘛。男人不是不能戴绿帽子嘛？那你从哪里摘回来的？整个都是树林，哦，树林里面，在里面，你树多的地方它就会长，就会啊。可是小偷也不敢进来，谁敢进来啊？你从这门跨过去就立刻踩。我觉得，要是你小偷进来的话。我一颗石头把它丢下去啊，我先躲起来，它就被小偷就被叮了，就完了。哎，所以你如果在门口，你要防止这种就是恶贼闯入。以前都讲啊，内有恶犬禁止进入。对，他在讲内有虎头蜂，请欢迎进来，不会有人敢来啊。那就看别的了，还有哪里？还有？还有，里面都还有。这边的虎头蜂跟那边的虎头蜂是不是会互相打起来？你如果两个草的话，一个草放在它的前面的话，后面那一个会攻击前面这个。虎头蜂打架很凶的，我一次坐在那边啊，结果他们一打架，好几十万只就在那边打架。好几十万打架？对，经过5分钟以后打完以后，尸体哦，算一算，它死了1000多只。哇塞啊！他们打架是赤壁之战啊！好，那我们就看他怎么。把那个草竹拿过来的，好，走，慢慢站起来。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对，他们会选比较好的木头，那个就是最好是 hinoki 的，他最喜欢吃。hinoki 的，它吃起来有香味，它越咬越有劲。也更好的呢。对哦 ，hinoki 足贵的呢。真好诶，嘿，你看，我拢建议了，这厝的茶后来你要加。伊即摆咧加时阵，用喙齿甲加，爱用喙甲黏毛安尼一弯。嘿，啊一弯了，烧烧的好势了，佫加等于处理。啊，就开始嘛是做草，喙暖佫甲黏。黏起来。做草。嘿，啊你较注意后壁迄树，佫边仔多一树较粗。这个不要怕，笼子嘛有笼子。不是那笼子那么大。不要那么近。不是，通常都是笼子都是关恶犬的，你知道吗？关它们。啊，你现在养了这么多虎头蜂，你都拿来做什么？你该不会就养好玩的吧？
就是好玩呐、啊。哎，你就是好玩。下麦一下烂蛋，底下叮当点。就是那个纹路哈、哦，非常的漂亮。对。你若看这纹路里，你要一辈子哦，就好像爱上一个女人一样，你会受不了她的诱惑。所以他是。你是从不爱太太开始就开始爱上这个，我头疯了，我两个都爱啊。这个东西呢，它有收藏性哈，有它的艺术美。但是你是拿来卖人家，还是就是自己欣赏？一半一半，一半一半。如果有人出价跟你买，你卖不卖？里面有一个日本人出价10万的，我不卖。大哥大哥，我问一下啊，你这样子，我们要怎么帮你？对，我们要做什么工呢？我昨天晚上刚抓一个回来，就帮我把那个蜂哦抓起来。换到酒瓮里面，然后把蜂抓起来，我们可以吃。那吃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找别家，找别家。真的，家也很大嘛，家也很大，我们都别去了嘛。刚刚那个武阳，你说怎样？你要不要？他说他想牵妾姐，他说他要被钉，可以钉哪里？我的身体的那个部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来钉一下。脚趾头，脚趾头，脚趾头，它钉到会怎样？肿起来。你有被钉到过吗？像一只变成两只、三只这样子。就是你那个手有没有？嗯。原来是这样子，对不对？被钉完了以后。哈这样吗？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差不多。真假的？真的。那你们注意。知不知道？就是这个概念，不要傻傻的这样尝试。每一年台湾有8个人是被虎头蜂叮死的。他们是怎么样被叮死？他们去野外，然后稍微碰一下，那惊动到上面，整群下来就叮了。他的那个环卫部队差不多有一个虎头蜂环卫部队，他50只，啊，一下来50只全部来攻击你。所以这是第一波哦，第一波，第一波，第一波，还有第二波、第三波，这是战斗哎。第一波是超前部署啦，第二波五，第二波。差不多100多，啊，你这几天会死啊！哇塞，真的，先50只叮，再100只叮你。我觉得你后面会被咬破了，快了，快了，所以差不多了。你真不是啦，哎，那被它咬成那个形状，那个吓死我了。这个是刚被咬破的，刚被咬破的。哦，它在这边呢。啊，对啊，它活着。有一个洞，那个还活着了，我把它绑起来。哎，那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现在要做什么？你赶快做啦！要泡酒，泡酒。等一下，他现在是往这边了，那我往后面了，往后面。他激光啊，他下面那个是什么酒？那个米酒头。米酒头泡下去，你们能拿来做什么？一段时间可以拿来喝。我哥已经准备了。预防胜于治疗。哇！那里面也是会游泳，他在里面游泳。啊，游泳的最细啊，最细。你秋泳不盖厚了哈。我盖厚，他对他找他怎么样就唬你啊？哎，怎么有人就想玩这种东西啊？哇！所以这个是他的家吗？对呀。他花了多少时间把这个家做？差不多4个月。很美很美。那这个手套不会钉过去，钉不过去吗？这个一般的话，再抓的要2个，要带。需要2个。一层一定会钉厚，一层一定会被钉过去。如果现在一个不小心，这里就一个洞要跑出来，我们怎么办？马上冲出去！马上冲出去！我先把他的家先打破一下。对对对，我看你这个技术啊，闪又要开了。不代表等。我觉得你等一下如果做错，我以防你一错再错，我就先砸你。对对，假设我。哦，你看他的小 baby。对呀对呀对，你抓武装抓习惯了哦，他你到一个地方，他就会来找你。真的吗？最好不要，最好不要。还有啦，还有啦，还有啦。因为我在他不敢跑出来。没有，他们好多好多层次的，好像1楼、2楼、3楼、4楼。这可以拿吗？这可以拿吗？可以可以。这里面有没有虎头蜂？有，但是他是小孩子。在这里。哦呦，这一栋哎。他说他会不会叮人？不会不会。不会啦。凤凰呢？那凤凰。不是。蜂王不会叮人，你笑哎！蜂王啊，就是这么大只，我看了它两倍大，两倍大。它真的没有钉子，没有钉子。
好，这样子。好可爱哦。冥王真的好细哦，封王两次啊，两次蒸完他就死了，你是哪一只啊？那怎么选呢？这么一只啊？不是要怎么选？选这全部乳白色的啊，我就窝呀，就这样子。给我一个，给我一个，我要，我要。很甜很甜。你用咬的吗？用咬的啊。来，给我那个。哎，他怎么会滴这个？还动了吗？再长更好吃。蜜有蜜了。它是汪汪里的那个最好的那个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可以，这个是最甜的，这是第二个。啊，快吞着来吧。我糖尿病，不能我吃甜的。啊！来来，还有谁要？这个很好吃的。好了，大家都有，大家都有，哎。来来来。好吃哦，这个鱼啊，这也是好好吃哦。你喜欢吃这个？这个好好吃，你咬出来那个会爆汁，然后是甜甜的，很甜。关键 Justin 甜甜，你咬到，你不然你不要吃，太好了。你第一次吃这个？水果味，水果味，我刚怎么都吃不到任何水果啊！哇，爆汁哦！嗯，我好吃哦，都是那个像牛乳一样，是不是？蛮好吃的，是蛮好吃的。这个更比那个更刚才那个更好。老虎啊，养只狮子，朋友就不见了，朋友带少了，对，骨头一欧的话好几千只哎，这样子都花得来啊，还一样花一样的功夫，你，但是养一只，你的朋友知道你又在吃它吗？对，当然知道了，哎，这句讲得好厉害，你专门抓你朋友回来吃的，听起来蛮怪的，怪了，这叫交朋友吗？我今天抓到一千，我明天吃500，然后下礼拜再吃100，错了。因为一半的那个让我抓进来，对，另一半的话，那会明年又飞出去了。可以，可以，要传宗接代啊。对啊，不然台湾的武松没有这样子，到时候就直接走，那就死了嘛。开心开心，反正来到今天聊天，也跟了一个我们的演艺圈的大前辈，谁在一起过啊？是的，我跟他差不多关联性，我都在看伊电视啊。啊，龙哥，啊，问一下，你这样来我们这里，而且我也发现你是乐在其中哎，而且你这几天的那个排汗量不少。其实大家知道，前一阵子我是一个比较陷入到那个低潮啊，因为家里有点事啊，是，那比较不是那么开心。嗯，那可是呢，今天这一次呢，三天下来，不同的点呢，不同的看到一些可能我没有看过的东西。就带来很正能量的一个励志啊！我们人呢，活着就是要往前走，往前冲，拼命打拼。对，唯有呢，辛苦的累积呢，才得到呢最结实的一个果实，果实才能开花结果。这个下次你还有机会的。我跟你讲的时间其实才刚开始而已。我们刚刚好相受哎，马上就要 say goodbye 了。Say goodbye。豆哥在中间，忘了。啊，对对对，对不起，你回去洗眼睛了。好，谢谢，希望有机会再邀你来。放个心，感激不尽，豆哥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，感激。你让我们上一课，收我们感激啊，谢谢，哎，对，再好。真的。哎，有没有要空手抓蜂王的可以送给他？他。哎，那空手抓蜂王。哎，不要，你抓到了手不要乱晃啊，我拜拜。我先看角度。不管了，不要把我当白老鼠好不好？抓了抓了，等一下，我这么抓。来来，这那个翅膀，然后呢？抓的翅膀，抓翅膀。哦，抓翅膀吗？对，这样就不会被叮。OK。哎，他的屁股会扭，他会扭上来叮你的手哦。那你给他 kiss 一下。来，等一下。好，这样子。好可爱哦。哇，还有屁股。你看，刚刚五羊，你看，出来有没有？有没有？
哦，来了，有真吗？他在盯。你看，你看，看。快加入，快加入！请问今晚助学家 YouTube 会员一起支持我们哦。坐在沙发上，把台湾彻底玩一遍，这样的梦想，我可以陪你一起。赶快按下订阅频道，加上小铃铛。请问今晚助谁家？赶快来订阅哦。